的人啊，老婆都要娶，管怎样不听话？嗯？啊、哦！哎呦！哈哈哈哈哈！妈呀！老虎摇，老虎叫，摇着阿叔哇哇叫。不要闹了，阿叔，这里有只大蛐蛐，你去把我捉出来。我不去。今天去，我不要。哪去嘛？不要嘛！你哪去嘛？不要嘛！你哪去嘛？我要去洗烧饭，哪一个陪你玩？那你去吧，我自己在这里玩。不许吵我！哦。咦。老可以放心了。是啊是啊，哎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自己接女儿订的婚事，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是我定下的。是我定下的，你不要来抢功。这是你在抢功啊！你在抢功。哎呀，哎呀，是我定下的。咦，夫人。你也接女儿订了婚？自然是我定下的，难道还是你定的？不对不对，女儿的婚事是我定下的。啊，你定的是哪一家？绍兴上代门这家。夫妻当中一家女儿许配进圣君那里。王大，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商量呢？啊、亲丈嫁亲，女儿侍女，有什么好商量的？女儿在家中无问，乃是骨婿、啊。女儿是我生的，娘亲女儿做过子，也是天经地义。夫人啊，可记得八年前，家乡遭贼苦难熬，雪中风采恩义高，
兄弟亲正好报他的大恩大德，我哪有不用之理呀？弟弟，你不该将女儿终身回报，休得放肆。老爷，母亲，老爷，最佳有几个儿子？独养儿子一马单全。叫什么名字？叫这跟前上写得清清楚楚，他叫周佳林。周佳林。对，叫周佳林。周佳林，为了。什么为了啊？我早就听说周家少爷3年前生了一场大病，病儿变成痴呆，是个爱头爱脑的爱少爷。什么？老爷，师傅你速速退婚。啊，退婚？不是，我正是你出生时分书里专家，心于为上，使尽两家以五万根铁杀妻退婚，岂非有悖空蒙之道？你从配婚姻害了未婚啊。母亲你怎么了？哦。